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任贤齐这种非常好听的伤心太平洋啊。我编排的前奏部分呢非常简单，还好听，还原度还高，马上示范一下，千万别走开。这首歌呢我们采用 C 调指法，变调夹呢夹到四品五品都可以，左手的和弦都已经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没有特别难摁的，只有一个横摁的 F 和弦可以用 F 大7来代替，根音在四弦上。对，这首歌右手的节奏型的整体就采用这种下下下上，哎，两拍或者是四拍一转和弦，可以弹成下下下上下下下上，哎，这种感觉。离开真的残酷吗？我这温柔才是可取的。非常欢快啊！整体这首歌的节奏呢？都是四四节奏的，有个别的地方呢是两拍一转，比方说这里，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，这个岛是 DM 和弦占一拍，锁住一个人那个一占一拍，好，人占两拍，完整的示范一下，带着好听前奏跟我一起练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本每一首歌都带经典好听前奏吉他谱的同学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精简谱集，里面有上百首的经典老歌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